再说了，即便你要找，你得擦亮眼睛看看对方是谁吧，否则到头来你白白付出一遍真心，你知道吗？姐，你等等我，起那么快干嘛？行，谢谢。行，天哪，哎，谢谢，这小子还是万人迷呢。对，他不是有班长吗？袁浩熙，请收下我的信。这是，这是我的心意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都请你读完好吗？你的心意啊，我已经收到了。这小子还有点手段，多线操作是吧？看来班长还不知道这事儿，太蠢了吧也。你呀，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女孩，但是我们还小，还是得啊以学业为重。我们得变得足够优秀了，才能对自己的未来负责。所以啊，这信就先收一下。嗯，希望啊你能明白我的一片苦心啊。拜拜。拜拜。事儿啊，袁载熙同学，你现在是一个学生，学生应该干嘛？是学习。苦海无涯回头山，这事你不能儿戏呀。再说了，即便你要找，你得擦亮眼睛看看对方是谁吧，否则到头来你白白付出一遍真心，你知道吗？你眼光真太差了。病吧，哎，你吃这个，这特好吃。嗯，你尝尝。什么？嗯。你这也太硬了。十点见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姨妈没见到，我下不了。拉伸不能这么拉，来，我来吧。嗯。可以试试深呼吸，呼气的时候肌肉会放松一点。来，深呼吸，吸气。走。这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就像是一只绵羊遇见命中注定的怪兽，未来都看不透，心想生了锈，真的没有顾虑太多，只想和你。不能这么压他，这个腰受不了。哦，李恒，你有病吧？你不行喊那么大声干嘛？哎，班长，李希，李希。